欢送驻南非代表陈忠荣掉印尼，代表处日前邀请上百位侨民举办惜别餐会，让陈忠格外感动。与会侨界企业代表表示，陈忠驻南非虽然不到两年，但他表现积极，日前肯雅诈骗案争取台协回台受审一案，更凸显了他过人的执行力。他虽然到南非只有一年八个月时间，不过他在南非有相当大的成就。 包括在最近几个月前的肯雅那个诈骗集团，他也处理得相当的好，所以受到国内大家的肯定。陈忠在参会上除了感谢代表处与南非侨界的支持，也欢迎侨民到印尼做客，并邀请大家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来印尼投资。他一定会尽力为大家找寻最佳投资机会。 坦白说，我内心这个要离开的时候，离情意那种离情特别浓厚。那么我也在这个跟大家致告别时的时候，希望大家不要嫌印尼太远，希望大家不管公仪私情都能够尽量拨空到印尼来，让我能够尽地主之谊。 尽管肯雅案最终仍难敌对岸施压，五名台嫌被迫遣送中国大陆，但期间陈忠多次往返距南非4000公里远的肯雅法院，力争嫌犯人权，甚至苦守己局外。他不屈不挠的态度也让侨民留下深刻印象。